夯剧《华灯初上》掀起追剧潮，十八日终于迎来第三季大结局，在今天下午3点完结篇正式上线，许多艺人都加入了追剧的行列。五月天阿信曾为《华灯初上》重新诠释主题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而阿信稍早也在脸书发文，留下了三个意味不明的表情符号。就在他发文后，粉丝纷纷留言不准说好想回家看，你不要爆雷哦。歌手法兰更是语出惊人，表示我半年前就知道凶手是谁了，这个秘密守得好辛苦啊，今天过后终于可以揭晓，掀起网友讨论。针对法兰的留言，阿信随即回应，法兰的插曲就是谜底揭晓的歌曲《摔碎》。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全数追完，但大家不要爆雷。在剧集开播前一小时，网红视网膜便在个人脸书呼吁该停班停课，网友们也纷纷表示要关掉社交平台，就怕影响到自己的观影品质。看来大家对凶手是谁这件事都是认真的。